上课可以偷看直播啊？怎么这么厉害？不会被发现吗？我们今天呢要来找这个玉兰第二次来露营了。用 Amiibo 刷的这个岛民呢要露营三次，所以今天是第二次。那我们也要顺便来检查一下我们矿场呢，今天呢，有没有顺利的朝我们想要的地方发展？那么现在柠檬娜正在为我们示范怎么样走边边。看来他顺利的走完边边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神魂颠倒吧。坐后面要怎么看？就是听耳机吗？Hello， 西施慧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是5月13号的11点32分。今天没有什么特别要播报的。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电钻的声音？他今天也是没人来啦。今天也是没有人，没有特别的事。冉冉不算，冉冉来不算特别的事吗？我刚好像有瞄到。啊，今天是莉莉打电话来，她说昨天是6600，昨天没有做什么工作。对，我们今天也要让玉兰来。然后今天是我昨天买了个什么东西，好像是路灯。哎，文科哥哥寄来的。文科哥哥给我个金色斧头，怎么那么厉害，这么威？我昨天买了一只路灯，一只路灯而已。然后。金色斧头好威哦！哇，你丢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哇，好赞哦这一把！我还以为他会一刀就把树砍断，结果没有，一样的，跟铁斧头应该是一样的吧？你说化石这里哦？好啦，我们把它吐起来好了，吐。挖到了化石，你们有没有听到机器的声音啊？因为我们楼上好像在施工，有听到声音吗？没有听到，那还好，因为我还怕会听到，可能收音没有那么好，可能它的那个声音比较广泛。啊，我们直接从这边绕去好了。啊，我们先看一下菜价好了啦，每次都没有看到菜价。这周好像还没有什么很高的菜价出现欸，我这边好像还没有。那我们来看看我的。欢迎光临，我又来了。你们最近生意好吗？今天大头菜的价格是114零钱，哇哦！其他没有事情了。收购什么？今天收购铸铁木石中和原木长翼。好，没啥，那没代志。我自己逛一下好了。我们今天的高价户是这个屏风啦。这屏风多少钱啊？屏风没是不是？14万，我们只有4万块，不能买，没有钱。还有什么需要？需要一个黑色的推车，服务餐车是1300，买了。这个是可爱 DIY 桌吧？可爱 DIY 桌7000，哇，真的价钱有够不可爱的，买。纸老虎，
纸老虎一千五麦。双卡带收音机2000买，买到手软，买到手软。好，我都全都买，有什么我们全都买。啊，这里有什么我们看一下。好久没啊，昨天有逛服装店，但是很久没有大买特买了，因为几乎所有的都差不多买好了。哦，雷尼也在逛哦，雷尼你在干嘛？雷尼好像在监视那个棉儿，哦不是马儿。哎、欸，他给我了，他给我东西了。他说他做的有花纹的布料，改造家具的时候不是可以替换布料吗？应该可以派上用场。还做了很多不同的花纹，要是有喜欢就拿去用用看吧。然后是关于使用的方法，在作业台改造家具的时候，选择样式就可以挑选喜欢的花纹咯。不过不是全部的家具都能使用，会根据物品不同有所不同哦，这点要注意。这些布料都是我精心制作出来的，一定要试用看看哦。哦，新的东西吗？新的玩意。今天的衣服是可爱围裙，不是爱心围裙。还有什么、啊？这个有点像睡衣。然后裙子。今天的那个美式足球安全帽了，好像还不错。然后其他没有特别。好，就这样子逛完了。雷尼感觉很小只，应该很省布。雷尼想要买鞋。布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给我之后没有在这边出现。然后是在冉冉你好，然后他是在，我们应该来这边看。他说会在样式，哎，谁啊？哦，阿敦哦，他什么问题？你要走了，对不对？你终于要离开这里了。没有，他要教我困扰的表情而已。我真的觉得很困扰啊！我遇到困难的事情要记得烦恼，坦率的露出困扰的表情。你没有看到我现在就很困扰吗？你不走，我很困扰。他看不出来，他虽然教我烦恼的表情，他还是不懂，他还是不懂。我揍你！我真的很想打你耶！你赶快离开这里，气死我！进行改造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原木装饰架，这个可以用装饰样式吗？怎么用？哦，有一个多一个了样式，本来是只有我的设计，现在多了一个样式。哦，就可以用这个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就不用，就不用自己画啦。麻儿会画给我们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来弄一个，这个是原木装饰架嘛？我要给谁打？本来我也不知道。我来给他用一个，那个大点点有点日式的感觉，彩色点点还是现在我只有点阵的，他应该之后会给我越来越多吧？那我就用一个这个好了，这个好了，结束，好。阿敦哦，阿敦非常厉害，就像晴天就非常没有危机意识了。
我看看晴天今天有没有好一点。唉，没有，他没有好一点，他还是在家里开 party， 纵火趴。不要在家里，不要在家里放火，好不好？你要出去，你那么宅不行啊！在家里穿西装，然后点萤火，这样太奇怪了，晴天。你要开阔一点，出去外面。再说毛毛了呢。茉莉生病了，是吗？那我们贾洛斯知道吗？贾洛斯知不知道啊？贾洛斯想知道贾洛斯知不知道，跑去敲那个子墨家的门。子墨，你在干嘛？你家怎么都一模都是一样的，一心向善。好，你有看到小姐？真的？你们今天怎么都穿西装约好吗？嗯，我穿什么都很时尚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，谢谢。礼拜三，我们来给子墨一个小东西好了。子墨，我们今天送你。送子墨路灯，呵呵呵，送子墨什么好呢？送子墨双卡带收音机，他家有录音机吗？好像没有。听个音乐吧，好不好？足球队服，谢谢哦，子墨。怎么那么正装啊？玉兰要来，不用这么正式吧？你们贾洛斯也在家哎、欸，洛西你在家哦、喔？他家很高级哦、喔，那个音乐大师的家就是不一样。今天怎么穿得像婆婆一样？他在穿肌肉装哎、欸。哦，贝尼怎样？从拉菲岛特地来拜访这里，还跟你聊上话啦。虽然从那么远的地方，千辛万苦跑来和你见面，他真的是个好朋友呢，我的 baby。对呀、啊，你想对人家怎么样？这是找你什么事情？聊聊天、啊。老爷的漫画我不怎么会知道。老爷搞不好也会看恋爱喜剧，你都喜欢脑补。你的直觉零分啦。我精力充沛，哪有？我昨天活动很短时间。他们都喜欢乱讲，都乱爆料。不怎么样，而且穿场很奇怪。问你了，不送给你的衣服啊。就是你生日那天得到的，所以你很喜欢一直穿着。送你什么礼物好？送你一个东西好了。你家的那个风格变得好奇怪哦。送你一个原木装饰架好了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喜欢吗？非常喜欢啊，那就好啦。你赶快给我装饰，给我钱。哇，2020/28哎，还不错。他有肌肉啊，你看他的肌肉都变成一块肌了，他的六块变成小翅膀的感觉，其实是肌肉装。笑他，笑他，他还笑，他还很开心。因为上次他也穿着件，然后我去问他说是肌肉装才知道的。哎、欸，这还是雷尼，雷尼。
其实刚刚也在家，阿妹好像不在家，阿妹刚刚好像在广场吼。嗯，雷尼也在家，好可爱。爱丁堡的女王造访了我们的岛，什么时候？我给你一个线香盘好了，还是你要可爱 DIY 桌？可爱 DIY 好了，跟它很像，好好享用哦。哇，可爱 DIY 的钱也不错，不过本来好像7000欸，只收到三分之一的价格。雷尼好像很少做 DIY。今天好像没人做 DIY， 怎么回事？柠檬娜在外面走散步哦，柠檬娜。一心向善，对，我已经一心向善了。嗯，我们来聊天吧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一心向善，真的一心向善了。给你一个迷你生态池。很搭配你家哦，白色的。非常好。对，一心向善，希望收到你的方格纹。嗯，方块格纹，蓬蓬袖上衣。一心向善。阿妹，怎么着？方格蓬蓬袖哦，这件哦，这件之前也有过哎。好啦，今天穿这个好了，好可爱。阿多，你在那边干嘛？我在做运动啊，才不会太胖，被拿去卖掉。没有要买，过得怎么样？很困扰啊。这种地方为什么会有简约水井？我放的啊。什么现代艺术？就是你们要有一口井，如果你可以直接掉下去也是不错的。你要这个吗？来，未来送阿多一个东西好了，送阿多服务餐车好了。来，这个给你，很适合你家，黑色的。嗯。你可以，如果你搬家也可以用，就是把你撞载走，用服务餐车把你载走。撞色有领衬衫，不到三分钟又换了一件衣服了。村民喜欢送衣服。我们茉莉今天生病哎，我们看有什么蜂巢没有？茉莉生病是不是要带药去给她？那我们等一下摇到蜂巢之后，哎，百川摇到那个蜂巢了。皇上只想 combo， 我正好想到你耶，阿福家好棒棒。哦，对啊，你在干嘛？你今天干嘛？今天怎么没有约女生？今天天气很舒服，适合健身，所以你下午要开始健身。今天约谁健身？不要约我。我今天打算送他纸老虎，觉得很可爱。这不是纸老虎吗？是的，这就是纸老虎，可以给你哦。给我钱，不错，我喜欢。拜川，哎，今天好多人在家里啊。玛莎也在家里，怎么回事？今天这么害羞，全部的都在家里，就阿敦、柠檬娜出来刷存在感，还有百川啊。玛莎在做 DIY 了，玛莎 DIY 是属于垃圾级的，不骑不带不受伤害。你很有品味吗，队长 baby？ 你在做什么？
你还看过了原木床铺哦，哦好啦，我会做了，我会做的都叫垃圾，对，但对你们可能不是，可能是很好的 DIY。 嗯，你就要长得可爱，就这样子，还要我帮你宣传哦。烦恼DIY 都乱搞啊，都是没有啊。不过他很可爱，他都把你要两个衣柜干嘛啦？虽然这个衣柜是我送给他的，但是你要两个衣柜干嘛？会不会太多？不是啦，你为什么要两个衣柜？这是我送你的，没有错。你现在最喜欢这件吊带裙，果然是想当偶像喜欢穿小丸子穿的衣服，喜欢 cosplay。我给你一些东西啊，我给你一个，我只有剩这个线香盘了，好吧，这个也蛮适合他的，白色的线香盘，可以收下哦，是白色的，他很喜欢，但是没有给我任何东西耶。他真的有喜欢吗？好像没有我觉得。一个藏谁啦？要藏谁？太廉价，线香盘不会啊，还可以吧。哇，这些啊，我剪到我自己剪 DIY 还比较好嘞。特大熊熊，垃圾，我也学过了啊。好啦，原木床铺特大熊熊，有没有人要的？我的包包里面装满了方程式，是方程式达人。哇，今天的海岸线好漂亮啊！今天是晴天，玉兰还没有来啦，玉兰还没有来，我们等一下要召唤玉兰来。然后先来补充好了，不是补充，我们要抓那个黄蜂，因为要给那个茉莉做药。哦，轻轻松松就抓到了耶，就有蜂巢了，蜂巢可以拿来做药，然后来摇家具，实验组合又来了，实验组合是怎么回事？一直来我家。我们还没有去看石头，对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行程太满，还有一个哦，摇到一个浴缸啊，这是给娘娘洗香香用的吗？我了解了，瓦格利玛洗的，这是要给娘娘洗香香的，直接放在这边，静候静候戏。干娘娘落手醉啦！哦，这个北下山呢，刚好给我们玉兰洗澡，叫玉兰池。要用 DIY 做些什么？做药，其实还没去看茉莉。茉莉生病了，一定是跟贾洛斯在一起太久了，所以生病。贾洛斯感冒。玉兰像贵妃的名字吗？没错，玉兰就是贵妃啊！你在说什么？我被封妃了。玉兰她的日文版叫做 Hanako， 花子啊，就是鬼的意思嘛。长得像鬼，名字也像鬼，所以她怎么不叫小倩呢？来台湾应该叫小倩。不过跟小倩差太多，我们小倩是漂亮的鬼，玉兰是真的鬼。好，我们现在做好这个药了看看药，有，好，等一下给那个茉莉用。茉莉，
茉莉就是喝太多这个东西，有没有高蛋白什么 K 口的，所以才这样生病。哎，我来探望你呀、啊，你不用招待我了，一心向善，可以收下哦。赶快吃吃药，快快好。哦，好了吗？精力充沛的大象。嗯，很开心哦。那时候橄榄球衫，我的所有的橄榄球衫都他们送我的，大概有凑三件了，这是第四件了。我很可靠，对不对？一心向善，好像会痊愈。好啦，那要喝点咖啡，虽然有点过高。他家的水怎么那么黄啊？你家排水有问题哦，你要叫人家来修理，这个太黄了，是不是污水接错管线？加油，茉莉一定会康复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每一个小动物好像都探望过了。我们现在去矿场，然后等一下去完矿场看看，然后把矿场稍微再改造一下。哎，尼莫娜怎么了？她好像有事哎。哎，没事，她只是在运动而已。我刚以为她有事，有没有能将撞色有领衬衫那种朴素的服装穿得好看的诀窍？就是脸本身要好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去看那个矿场。我们家现在还是，我希望矿场赶快好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改善我们这边的动线了。希望好了。哎，果然长了一颗石头，熟头，熟头的熟。所以那个视线遮蔽会影响它石头的生长。那我们明天应该就完工了，矿场明天完工了。我们先来把这个悬崖铺起来，然后那边的悬崖要打掉。长熟头啦！熟头矿场要熟好啦。熟头都长好了，熟头。矿场要落成了，这叫玉兰矿场吧。纪念玉兰快要来了。唔通唔通安呢？先买米汤，明天就换这边了。然后把最后，我们居然是用充气泳池把这边堵起来，所以这边就叫充气矿场。上次有人说门可以开在左侧，左侧是哪里？这里吗？这里。哦，了解。所以我们矿场要从这边进，这样也不错哎、欸。嗯，这样也不错。好啊，我们之后开在这。那我们今天还是这边要打通嘛，明天它才能顺利长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要这样做。充气矿场，吉祥完工，很得意的，超级得意。这边有一个化石来挖。
我觉得好像不止半个月吧，蛮久的了，蛮久。哇，没有哎，熟头只好留在这里了。熟头先留在这里，我们先去找富达。哦，终于完工！我觉得矿场真的很难做。你好，你好。今天要鉴定化石哦，每天鉴定的都是一样的化石，很少。现在已经很少出现有那个可以捐赠的了。你看，没有，这些都是用已经捐过的了。不用了。DIY 我要寄给别人，寄给他们，对，寄给会员们。先把这个，我先去那个商店，我现在先去商店看一下我们下午的菜价，然后再把东西整理一下。下午的菜价是多少呢？如果有升高呢，可能这周会蛮好的。今天太头菜的价格是多少钱？一颗133，持续上涨中。我这周呢没有看到礼拜一下午的价格，所以有一点紧张。目前看来，感觉呢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持平，一种是三旗形。然后感觉明天早上会很高，如果明天早上没有很高，那就是这个礼拜又要靠别人。如果明天很高的话，就可以开放大家来卖这样子。所以明天。明天应该8点就要起床看菜价了，不然会来不及卖。对，对，我想说等等看这样子，等等看自己会多少钱这样，因为我这边还没有到很高的价钱过，所以就等等看。输音又450了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是在哪里烧香？为什么每次都可以这么高？我这周好像不是波形，好像三旗形，可是三旗形也不见得会有500-600，不一定。好，我先把那个，我看一下，我现在，我真的没，我刚刚进去没有卖东西啊，我在干嘛？我每次进来商店好像都只能做一件事情，是怎么回事？金鱼脑。我们要拜哪一间庙才好？哇，赚了18000，但是还是不能买后面的屏风啊！今天钱很难赚。坚持难赚，然后衣服，好啦，好，现在还是有空位的，不急。等一下 DIY， 怎么还留一只黄蜂啊？现在是怎样？我们先找玉兰来好了。12:05的话呢，很适合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找玉兰来家里住。我们今天要找玉兰姐姐来。
先看一下今天换什么东西。今天换栅栏跟铁栏杆。嗯，购物呢？今天购物购什么？购入铁桶、冲把 KK 摩托车手、雨靴是粉红色的七号球衣，铁桶好可爱哦。欸，买一个好了，买了一个铁桶，不知为何拿来藏玉兰，兰兰。朕来教你画画。玉兰姐姐要来了。哎，玉兰嘞，轩玉兰。你好啊，是玉兰哦，很高兴你愿意联络我，怎么了？找平妾有什么事吗？哎呦，你问我要不要去露营，我刚好也想去你住的岛玩，安内就好耶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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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唢呐，吹唢呐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等一下，那边怎么会有小鸟啊？是什么信件？哦，阿妹要生日了，5月21号是阿妹的生日啦，我们要在这里提前说声生日快乐哦。五月怎么这么多人生日？啊，觉得腻了。第一个生日办得很丰富，然后第二个就随便过。娘娘，等一下，娘娘要来了，我要来变身国王。国王，你怎么还戴着岛屿创作家的施工帽？我在吹唢呐，好不好？吓什么吓？笑人哎，心中爱较坚强哎。呵，阿内娘娘的那个酒醉嘛落后啊，我要离开啊！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我进去。你好。你好，爱喝咖啡，她很时尚，好不好？时尚的姐姐，你好，你好。旅行的意义。登岛纪念品，聊三次就素烧碗盘哦，我会做啊。哦，这很简单呐、啊。姐姐要，姐姐要素烧碗盘啦，想要解盘啊？我看我现在可不可以做？我身上不知道有没有粘土哎、欸。不能，身上没粘土。对，果然好，因为阿纪啊说要那个素烧碗盘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去敲那个石头矿场，然后就会有粘土了。哇，山长水远，山长水远，好远哦。好，来到了。我们之后会把那个开口开在这。是不是玉兰是不是很可爱？你看，快快摸摸都说可爱，他还跟他合照。
有眼光。哇，得到一个金矿哎！这边我是不是其实也可以把它封起来啊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我要逃脱干嘛？虽然玉兰来了，我们也不需要，不至于要紧急逃脱吧？我们好像也可以把这里封起来，不是这里啦，这里不是这里啦，看这有多难控制，这里啊，这里，气死。不是啊，又按错，怎么那么高七啊，都按错，这里。粘土好像不多哎、欸，没有什么粘土，都是那个素烧碗盘需要几个粘土啊？看来要回家拿。诶，好像三个，哎，三个也够了耶，哎，刚好三个耶。阿基那一下刚好省，我们矿场刚好三个石头，不，三个粘土。哇，今天又赚钱了。好，玉兰是妖女。玉兰那么可爱，怎么会是妖女呢？众卿不必再多言了，朕心意已决。朕现在就要做这个素烧碗盘给我们家玉兰。素烧碗盘就素洗耶哦，素烧碗盘做好了，我们还那个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还给它改造哦，改造一下。哦，我们家玉兰要这个手绘风的碗盘。我告诉你啦，对啊，每个朝代对美人的定义不一样。我们神魂颠倒对美人的定义就是，把所有的颜色涂在自己的脸上的就是美人。美人，朕来了，我已经完成了。就是马奇库的赛，吊美人胃口，我快疯了！哎呀，该不会是范仲淹做那个完成了吧？完成了，凭朕的实力很快就完成了，这是小东西。哎呦！儿童罩衣是什么东西啊？朕不明白。哎呀，懒懒的品味真是奇怪。
我们是培养出了一种被害妄想的个性，这是神魂颠倒泉水的力量吧？是的，好的，欢迎你再来，兰兰。大家会对你这么好吗？其他人很难说啦，朕一定对你很好。住住看好吗？你想多了解这座岛？好的，下次再来吧，兰兰。你只有喜欢上这座岛吗？还是对朕也很喜欢呢？儿童噪音是什么啊？我们出去外面穿。还是在里面换啊？欸，在里面我可以变身吗？好像不行齁。变身，儿童罩衣就变小朋友啦，这是那个吧？幼稚园，妈妈妈妈，我要上学了，便当呢？在这边吗？先吃饭，吃完饭再上学。那只是打只，拿这只上学怎么了？我们家做水电的啊，拿这只上学错了吗？妈妈妈妈，我要吃东西。最可怕的是皇上去过玉兰的帐篷，出来变这样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嘿咻，欸，这件衣服蛮可爱的耶，我还没有遇过这件衣服。他们真的是卯足了全力在，就是想要留下来。这种哪一种？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就是不受欢迎的角色，就长得比较特色的，他们给的东西真的都不错耶。不知道明天玉兰会带什么东西来，会叫我们做什么东西。好期待哦！我先来寄 DIY 给那个昨天有跟我要，就是我昨天有问大家要什么 DIY， 我先来寄一下好了，免得忘记。你们岛岛不是想没有？我没有特别想要，我们岛服是忍者装啊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得，泰丽莎好像要黄金棺材跟什么三度力。啊！玉兰来，昨天玉兰来的时候，奸臣花花没来。哎呀，玉兰不就是忠臣花花敬献给朕的美人吗？胡说。花花是朕最忠心的大臣了，你们才是妖言，妖言惑众。
明鉴什么？我的心如明镜一样啊！我超明白我自己在做些什么的。明天我们玉兰就要进宫了，众卿不必多言。朕还要自己当通讯大臣，在这边寄卡片，手好酸啊！巧克力蜂蜜牛奶让番茄有了新妃子，但是我们这个新妃还没注热，要注热了再 pass 给他。还有这个豆沙堡是要豆沙堡大臣是要煮骨一个煮骨。DIY 呀，我们没有其他妃子啊，我们只有他而已，有没有很悲哀？我的悲哀你看不见。皇上，上天这个什么天上神是玉兰一旦入宫，国家未来堪忧啊！胡说，玉兰这个身上有七彩光芒，我们国家必定像这七彩光芒一样辉煌无比。你好，今天是杜鹃花哦。哦，要来买一些花看看。杜鹃花现在会开花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比较喜欢茶花哎。嗯，我们有没有种花大臣？山茶花，红色的还是粉色啊？粉色山茶花比较可爱吧。我先买五个看看好了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种在我那个瀑布区。皇上还没有醒，为什么？皇上穿幼儿装怎么会醒？现在皇上幼稚化了。娜娜妃你好。你看我跟我们家娜娜是多么和谐的存在，自己的御花园自己修，这个是现在这个普遍的这个情况了，因为现在人工不好请。自己的瀑布自己修着，先去上层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种哎，因为只有一格。哦，可以耶，可以种。反正不用浇水嘛。立刻搭讪吗？他还没坐上去，在旁边。他说今天有说他今天想健身啊，所以他看来他今天下午想约的是我们娜娜，娜娜要健身。百川除了长得还可以，其他有什么优点？我们家子墨是不是想追阿梅？靠近了吗？哇，你们这两个都，哎呦，百川坐了上去之后又跳下来了，很含蓄嘛。今天知道有人在拍，知道楼上有摄影机，
那、啊、你们有在聊天吗？没有，他们俩在约会哦，他们好可爱哦。对了，阿妹，我跟你说，你跟那个我们家这个子墨在一起就对了，这个是好男孩。我给你一个路灯，我给你那件这件方格纹蓬蓬裙，好不好？这个。嗯，穿穿看，好可爱，很适合你耶。迷幻连身工作服是什么东西？很迷幻的吗？他怎么知道我要工作了？你不要在这边啦，人家在谈恋爱，你去找柠檬娜，你不要来打扰子墨的恋爱。这个太迷幻了，我不能接受哎。这种有点像那个50年代的摇滚，摇滚明星。我不能接受，我还是来种花好了，种花比较不会出事情。比玉兰还要痛，终于找到比玉兰还要痛的搭配了。买一些花苗好了，不知道需要多少。送玉兰哦，你们才是妖言惑众哎、欸！你们玉兰就眼睛很痛了，你们还要送这个？会变成五棍玉兰啦，魔后啦，安内米汤啦！你们才要三思哎、欸！你们才要三思后行。哎、欸，怎么都是红色？我刚不是买粉红色吗？我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它是 bug 吗？要一个一个分出来。啊，这是上次你们说的那个 bug 对不对？就是，好，原来他还没修好。我们是上层是粉色茶花，下层是红色，这边绕一圈红色的。怎么那么麻烦？真的很麻烦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说要种红色，结果给人家种粉红色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是粉红色的哎，你看。好诡异哦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是哪一招？子墨没再聊了，哎、欸，阿妹怎么了？他们怎么了？你已经很小心了，所谓无言以对，就是指我现在这样。你怀孕了？不会吧？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原本以为自己做事很周到了，结果却我这样实在不行啊！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子墨欺负阿妹，你干嘛？
你怎么了？他在顾左右而言他，你为什么要让阿妹伤心？你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做了一张心意卡给子墨，但是打错字。那也不打紧啊，打错字有什么关系？明明确认过，没关系，这没有关系，不用在意啦。他写情书给子墨，结果你写成什么？写成子川。的确没有什么好放在心上的啊，所以子墨没有放在心上很正常。好了，阿妹好了，没事了。我跟幼稚园园长没什么两样啊。看来我们家阿妹也不，看来我们家子墨也不在意啊。欸，我这边是不是要把它卡起来啊？不然种不到那边去。先种好，这种起来会怎样？不知道会怎样，搞不好到时候不满意又拆掉了。大家都说来我这边那个瀑布区很吵，因为瀑布真的还蛮大声的。两个又好上了，你看，小朋友就是这样啊，一下子好，一下不好。我去听八卦。他们俩在聊天。子墨，你好像很喜欢散步，你在散步的时候会想些什么吗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有人家在做瓷灯笼，我都会想，要是我能变成蝴蝶，就可以尽情吃甜甜的花蜜了。在想吃的啦，那我在想什么？冬天到了该怎么办？天气那么冷，我没有办法待在外面。咦？那就糟了。阿妹，你在家里种一些花，这样冬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在你家尽情的吸花蜜了，一心向善。我不觉得在他们家吸花蜜是一心向善的行为。子墨，这个岛上怎么撩妹都撩成这样啊？不是叫人家去买豆浆，就是吸花蜜，什么东西？园长看不下去了，园长要去吃血压药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子墨，要是你变成了蝴蝶，冬天就来我们家吧。这是子墨梦蝶的故事。我会在家摆好花等你的啊，不就好棒棒？你来了我的家之后，看你怎么飞出我的五指山。啊！园长都害羞了。你们两个这样对吗？你们真的是用五岁的小孩的身体在做十八岁大人做的事情。园长吓死了，园长说还是去吃营养午餐好了。好恐怖哦，这里真的好恐怖，很难说我们经历了什么。金牌贡，最正常的是他吗？他也不正常耶。小皮蛋被点名了，给他什么好？给他撞色有领衬衫好，这下没办法。
要穿看吗？无。不错啊，很像公头。他们还在聊哦，我的天哪，我都听不下去了，还在聊呢。没有了，没有聊了。你是说玉兰皇妃是不是？兰兰，希望你们也可以感受到兰兰的魅力啊！好了，你们两个，他们两个要一起吃午餐了，我们不要打扰他们。石灯笼我有过了。对啊，你们有想要吗？我可以帮你们拿。我把那个金玫瑰藏起来。晴天没有自己说要走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两个礼拜他们乖的跟什么一样。完全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要离开，都没有，都非常的乖。他们好久好久没有那么乖了，因为是金色玫瑰园。这周都没有人说要离开，都非常非常的上道。有没有人要特大熊熊跟原木床铺的？都有了，是不是？敦哥他在讲，完全挡住了。晴天说好想听阿敦唱歌，唱一下。阿敦还好没让我们看，我们不想看。他说歌声是他的压箱宝，什么宝？你不怎么想随便在别人面前唱歌。听说阿敦会唱一首歌叫做《男子汉的受辱扫尽》。受辱扫尽是什么啦？卖豆浆跟西花蜜，你真的很想听听看？奴才你也来拜托他，我不想听啊！我不想听《收入小精》是什么歌啦？啊，自己说这种话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觉得我还蛮会选歌的哦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最拿手的曲风啦，我的 baby。诶，拿手可是唱歌不是要用嘴巴唱吗？不对，拿手的意思就是用手去做，不是用手去做，是很擅长做某件事的意思哦。变成国语频道了。刚刚说嘴巴，现在又说用手，好难懂哦，什么东西？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天啊，我要崩溃了！我们现在是在 Coffee Talk 频道吗？我们现在不玩动物森友会吗？你们家的也会这样吗？应该不是只有我这边这样吧？我真的很难懂。你的大脑转太快了，阿福就好棒棒。就这样，没有唱歌，我还以为你们会唱歌哎。结果没有，是不是来耍我的？是不是？园长觉得这边已经没救了。我们还自己打那个打油马的，还自己马赛克的，都绿格子。好啦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既然都马赛克了，我没有什么好辩驳的了，就这样吧。我们这个岛就是很非常母汤的一个岛。你们都不会出现这种对话吗？还是你们其实没注意？
怎么这么奇怪？今天你这样子会挡住路的。好吧，我就继续来完成这个种花好了，种花。我玩的跟你们不一样吗？应该一样的啊，应该一样的。我再下去，这不用拿铲子，我刚刚还铲了一会儿，这样子。这个上去之后，应该这边有两格吧，对不对？还是三格？哦，刚好十个哎，刚好十个。这里的话，我觉得如果要平衡的话，应该不要这样做，应该是。这样子，到时候再把这边修起。他们两个在聊什么？没有，没有聊天。这里是阿妹家，你有去玩过吗？有啊。你之前去过，他家很有特色，看了超感动的。如何感动？阿妹怎么感动你了？你可以告诉园长吗？你要举办街头演唱会哦？想太多了。我好像买太多粉色的了耶，好像不用那么多。为什么冉冉长得那么平面啊？你们有没有觉得？没有空间了，我们再来把这边种起来。嗯，好像就差不多了。今天找那个，玉兰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。这是红色的，确定？哎，不对耶。这是粉红色的，那这个呢？这超麻烦的耶，这看不出来。这两个是粉红色的，好，对，上圈种粉色的。这周就没人说要走啊，他们都觉得住在这边很好，大家都了解了我们神魂颠倒的好处了，所以都不愿意离开了。通常好像之前一周都会有一个人说要走，最近这种情况很少，欸，都没人说，奇怪吧。红色的还差几个？
他们通常说要走是按照之旅的那个选择嘛，就是他们一定会有人要走，但是会轮流，所以才能够拿来刷。他们最近都不想走了。咦，这个是红色的吗？这是粉红色的，这是粉红色的，这个才是红色的。森友会是觉得我们很闲是不是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好，应该好了，三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找这个玉兰来这个露营地就成完成了。然后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，就是看看他们在干嘛而已。你们为什么一直？我小偷头巾怎么会适合？等一下，我突然又拿到一件小偷头巾。你想跟我永远当好朋友，所以把小偷头巾，我这样像，我像像话吗？我哎，怎么没有气球？这气球好顽皮啊！送园长小偷头巾干嘛啦？阿顿怎么坐上了林蒙娜的椅子了？不可以下来。子墨送我这个啦，我像小偷吗？线香盘。临走要就在聊天。阿妹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一心向善。你们在唱佛歌吗？在外面唱歌实在太害羞了，我做不到。阿妹要约那个，阿妹要约子墨回家。不过刚才的一心向善是子墨的口头禅，听起来很适合那首歌，我觉得很棒哦。阿妹要被子墨追走了。你跟我用一样口头禅就不会害羞了，真的吗？这样的话我尝试一下好了。那么啦啦啦，天哪，这是什么歌啊？圣歌。口头禅也不错，一心向善。结果全岛都一心向善了啦，我们要变成一个阿面岛了，阿面。可见口头禅的重要，我知道了。他们约好久了哦，他们约会已经约到半小时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呢就在这边哦，还是自己坐着，免得被别人坐着。今天呢，我们呢很高兴呢约到了玉兰呢来第二次的这个露营，然后呢也看到一个可爱的约会，虽然还是有出现一点点很奇怪的对话，但是我们心脏很正常，平常有在训练，所以不会被吓到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很快的明天我们就可以邀约玉兰来我们的岛上了。希望明天呢在中午呢再跟大家在这个Twitch 频道呢，在动物森友会再见。那么呢，之前在 Twitch 的直播呢，也会有一部分移到 YT 去。那么大家也可以在 YT 看到这边的直播档。那么偶尔呢，我会把这个对话，就是你们的对话呢，放在这个影片的上方。这样子，我们到了这个 YT 之后，还是可以保留大家的留言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
今天晚上呢并没有直播，这个 YT Coffee Talk 要停止一天，因为我想要整理一些东西。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没有直播，那么希望呢其他游戏呢也会很快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就这样啦，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，那么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